很麻烦他。原来是这样，真的哎。来了来了。哎，有换 IP 吗？嗯，没有哎。怎么那么难登？要重开什么启动器的？有啊。咦？我今天也是重开了一次才可以。啊，这不是我们可爱的爸布吗？嗯。包包好乱，大家一定看得很痛苦。啊，我也偷开。好喂，那我要去看。李安安，拜拜拜，我鸟安安。啊，我好，我好想睡觉哦！哎、欸，难得台风天，我可以躲开小小屁孩的叫声，在楼上睡觉。为什么台风天可以？台风天不会热啊，要凉。嗯，我宁愿被平常都在楼下睡哦。对啊，我宁愿被雨声吵醒，也不要被小孩子叫醒。你们那边下雨吗？下雨啊。橘子晚安。IP 真的没有变吗？怎么登录这么久，真的没变哦。嗯。啊靠！这个状况的话，真的我要重开、欸。还是它版本有更新？ 20.1 吗？对啊， 20.1 啊。对啊，我也没有更新。因为我那时候 20.0 的时候没更新，它更新 20.1， 我就重开超多次。哦。应该没有吧，我的也是 20.1。妮妮安安，奶茶的安安。啊，你今天遇到什么色尾啊？那个地鼠。哦，蓝鼻子、哦。只有鼻子，对啊。很不明显。红仔安安，哪会？他就一颗蓝莓在鼻子上。对啊，可是他都不会像其他的宝可梦整只都是变会变颜色的。你不说你是说皮丘吗？对啊，皮丘也看不出来。你怎么这时间？我都会遇到很不确定的。因为睡醒了。好了，我终于来到你身边了。好喂、欸欸，我等你好久啊、喔。结果只是运气不好，一直等不进来吗？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请问这个鱼桶里面的烤猪排是不是你的？有可能欸，50多个吗？天哪，应该就是我的，我很抱歉，对不起，59个，你根本就没吃几口，天哪，对啊，我就说我有一组，怎么会都没了？那白雪公主掉的是玻璃鞋，啊，你掉这个给我干嘛？哎、欸，姐姐，你玻璃打掉，你要补回去哦、喔。哎、欸，真的欸。对不起，那你还有吗？我要找一下，不然我可以送过去给你。没关系啊，我等下去找。箱子有吧？有有有，没有啊，其实我这边还要补半砖。哪边要补半砖？嗯，就是你刚那时候不是你捞不到吗？嗯，对，是因为我下面没有补半砖、哦。有补半砖的话，你会比较好捞到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但是也很少需要。那只是为了捞龙源、嗯。对啊，只有蓝色的会捞起来。对啊。我要去偷羊毛。
鱼塔怎么变龙源？变繁荣了，变龙源？没有，那天不是说效率不好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于是我就，他还在他们休息以后，我就是心情很不好，不是心情很不好，啊、就是想说，哎，这个鱼塔怎么这么没用啊？怎么这么没用？于是我就是想办法嘛，就是可能在上面盖个平台挂机啊，然后下面我也测试过盖平台挂机什么的，然后想说也没有用，对，边挂机就是边把它就是，哦，还顺便把下面的粉红色龙源就是繁殖带上来，因为这样子生出来的小孩就可以一目了然，就不会被骗了。于是呢，刚刚开台前三分钟，有人伸出蓝色龙源了。对不起，好扯哦！他还在问说：“哎、欸，是这样养吗？怎么养？”然后叫一下叫下去，然后就叫出了一只蓝色龙源。真的哎，好突然哦！我只喂了右边的一排，然后再喂两次还三次，就喂过了。我觉得很扯，星星羊，感谢订阅。而且他那时候生出来超好笑的，完全没看到蓝色龙，也是看到从地上有一个蓝蓝的东西，然后叫了一下。真的太突然了，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没有，其实这鱼塔没有说效率不好，只是不明显。真的。要盖，下次就盖另外一种的，就是我们一样在上面盖平台、嗯，然后下面盖个平台、嗯，但是我要把下面的那个罩子往上罩。还是我们来改，这样吗？那我们下面这平台要先挖掉哦、喔。可以啊，反正我也不，我也不知道干嘛。对，我先繁殖一次养养。对，反正我们那时候不是在水下一格，嗯，然后盖平台嘛。啊，那个东西要水下三格盖平台，哎、欸，四格盖平台，然后把鱼倒在那个缸内。哎、嗯，燕子安安，心情好点没？怎样的叫声是奇怪的叫声？反正不是妹妹叫啦，是可能是巴巴叫吧。巴巴叫。对。我去哪里拍他屁股？就空拳挥他一下，不要拿武器哦。你是用扁的吗？还没有。你揍他吗？对啊，打他屁股。好，他是乖小孩。呀，他不是尖叫小屁孩。啊，搞过来。啊，我刚刚心情不好，想说打电话给人吗？想说跟他哭说，我可能做噩梦了之类的。你看这个人做噩梦还要人家呼呼之类的，对啊，就是想说心情不好，想打个电话才关到麦。哦，哦，对呢，你右下角字幕打开，你右下角字幕打开，他有说尖叫山羊嘶吼声吧？哦，有，我有开字幕。嗯。什么热带鱼很可怜，不是你们看哦、喔，因为照理说这个高度其实就是64格到24格是深热带鱼的距离啊。你看，有时候生一只生在那边，它会突然消失。但是嘞，你看这样子下去，你看生了一大堆，不知道干嘛。然后它不会浮过来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要挖掉吗？要挖掉真的要挖哦、喔。可以，还是不用。我想说，你都生出来了，还要挖吗？啊，可是你没有啊，还是你不想要？啊，我拿你生出来的就好了。确实。对啊，这种东西伺服器有一只就不用了啊，这塔就没有用了。真的。封印。确实。哦不，我让这个努力很快的就
不会啊，他还没发挥到他的功效。有啊，他有发挥了，跟他们讲说你下次不要这样改了。我们长知识了，就真的没盖过的东西我不敢让菜渣盖啊。确实，因为我不知道它的效果好不好。失败了。他说繁星癌不是很好盖吗？不是效率很高吗？他怎么没有？很尴尬欸。真的欸，还好没有。对啊，哎，回你家吧。好啊。我回去拿一下我东西。再来就是二分之一的机会了，因为菜渣的第一只蓝色龙源也是。啊，你还记得你是喂哪一个洞出来的吗？右边的第三个还第四个？又好好想，哈？又好好想出来，我下面放高四牌，你说蓝色龙源的父母，还是看一下？我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因为我只知道他已经掉在下面去了。啊！啊，龟龟也是去洗澡是不是？龟龟的话我不知道哎。完蛋！倒数第三个。左边第三个。就是右边那一排的倒数第三个。你是说面对鱼台还是背向鱼？背向捞鱼的地方。背向捞鱼的地方。然后右边第三个。欸、我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是有颜，不是有那个颜色吗？什么颜色？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左边是绿色的，右边是黄色的。左绿右黄，好。嗯。哇，你看颜色有发挥它的效用。对，我就是想要这样区分。我想说，等一下我会不会喂到哪个多喂了？你有什么方法快速入眠吗？你好几天都只睡几小时，那一天就会很好入眠了。好入眠哦！我最近玩那个宝可梦睡，我其实已经开始很疲了，因为番茄送了我一个那个 plus plus 的，你其实可以就是那个打开之后，他会说你睡着了，但是你还是可以玩手机。你说紫色、绿色吗？绿色、黄色，绿色、黄色，蓝龙元素。哎呦，小羊很皮耶，给我回来！算了，我要拿天神，太皮了。哇、哦，好亮！我天啊，这什么？这什么荧光蓝？天啊，饱和度很高，超高哎、欸！看到眼睛会痛。哎、欸，爸爸晚安。晚安。好了，我来陪你盖了。它大概就是你盖一个温室嘛，就要顶温那个屋顶的，然后你再把羊拴在那个，大概你里面每一格大概就是盖
看你要二乘二还是三乘三，一个空间呐、啊，然后把他们钻进去，那、在门口喂一喂之后，你再拿小麦，小羊就会出来了。喂完之后，小羊就会从那个出来。记得菜渣之前是这样盖的。啊，我干嘛？还是我换一首歌，你会比较好睡。把观众赶去睡觉、欸。他们吃了我的草，没有生小孩，好坏哦、喔！吃草没生小孩，生了生了。这首比较好睡，或是我玩一些很无聊的游戏，你们就想睡了。比如像是麦块。麦块一直盯着东西，一直整理。你看哪？阿静在阿静家，南瓜哦，看到了，出来哦，这么大哦，我不知道怎么盖比较好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来我教你哦。好，那时候菜渣是这样盖的，然后就锁里面这边嘛，嗯，那就是。外面这两只喂一喂，然后你就这样走出来，小羊就跟着走出来了。嗯。不用有门吗？反正拴起来、不用，对啊，反正拴起来了。你方便喂就好啊。好了，要等待他们长大。好。那、你还换喵？操你妈！喵！水牛成鸡翅，安安喵！水牛成鸡翅，喵！宝可梦是打开有助眠吗？没有，你只会一直想看你会遇到什么宝可梦，你会更难睡。哎，不是我玩了第五天之后才就想说啊，好好睡才能遇到好的宝可梦啊，喵！欸，我昨天应该说，我今天早上我直接睡四小时，遇到五只宝可梦，欸，好棒哦！我最多只遇到五只，可是它不是有八个格子吗？对啊，可是你有说全满的吗？啊，没有欸，五只是我遇到最多的喵。我那时候是遇到两只鬼狮，两只铁甲蛹，一只绿毛虫，因为我那时候浅眠，他是判定我浅眠啊喵。九兔兔九安安啊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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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好常浅眠哦，没办法睡好啊，给你。欸，可是那个手那是什么球球吗？还是手表？谢谢。嘿，那颗球怎么了？我是放着之后就会是深度睡眠了。我发现如果你。睡死之后，他好像不太算你睡觉，因为我有一天喵，我有一天放在柜子上，我整个放了八个小时，想说来个八小时睡眠，看可不可以遇到六七只。嗯，结果他只算我睡三小时，因为你没有动。啊、对，哎、欸，可是如果你放着没有动，但是你有在讲话，他也会判定你没睡觉、欸。哎，对啊。所以他很奇怪，欸，我要生这只哦，你要不要生？你生啊，给你生。我不要，我没那个运啊，连二分之一都没有，连二分之一。怎么可能？我去拿鱼桶回来。喵。他的判定机制是什么？喵，我想一下哦，喵。他就是手机嘛，他其实没有那个表或仪器都可以，他只要就是手机里面其实有个水平仪。喵，你他就是你的手机要朝面朝下，然后啥？对，他就是感应你可能放在枕头旁边翻身啊、打呼啊，或是讲梦话什么的，他就判定你可能是深度睡眠浅眠还是什么的。判定不知道啊，反正他是靠这个才知道你有没有在呼吸在动。但是我就是有一次跟他们玩的时候，我把手机放置啊，不，我把那个东西手机啦，那时候还没有仪器，
我把没有，我把手机放在放在就是电脑桌旁边，因为电脑桌我不去撞它动它，其实不会动嘛。然后我发现说这样子，它算我四小时深度睡眠。于是我就跟他们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们想要深度睡眠的话，你们放床头柜或桌子上面放着，就不要去动它就好了。”对啊，放在床头柜就是。啊喵！对于是深度睡眠宝可梦可以这样子弄，但是如果你想要浅眠，你就是可能五分钟去搓一下手机，去搓一下东西。啊，你就可以浅眠了。可是我觉得睡到没有特征不错啊。对啊，你就是睡到没有生命迹象嘛，对不对？不是我的意思是睡到有一种是没有特征，它就会平均分布。嗯。哦，有这个哦。嗯，我有睡到没有特征的。是怎样？它是算什么啊？全部都有。哦。就是它浅眠也会有安然的，也会有深沉的，也会有。欸、那这很棒哎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女人你过来，女人你过来。好啊，你敷到了吗？我没敷到啊，给你敷，敢敷。好。我心都碎了。来，给你。好。看蓝色的，超扯的。好扯。哦，他会叫你看要不要那个设定麦克风。有吗？哎、欸，你看是什么？蓝的、啊、蓝色的吗？对，然后我先把这只捞走。啊靠！没有水，等一下。啊、哦，我用。Eek！ 刚跑出来了，我把粉红色捞走。捞不起粉红色了。shift 要 shift 按着。有了。好。叫。OK。要给你吗？嗯，好了，这样百分之百了，我就有信心可以养出来了。欸、再养出来养不出来，很好笑。帕迪亚五国，没有、欸、星球吗？我没有在星球吗？你知道蓝色龙园的彩蛋就是致敬那个吗？水月鱼。哦，居然对蓝色龙源它的彩蛋就是水月鱼的颜色色尾就是这个颜色吧，我记得那时候是这样讲，然后它主要也是致敬就是宝可梦的色尾这个东西，找看看哦、喔、对，哎呀哎，怎么这次水月鱼没有签证进来啊？哎、欸，可是有菊草叶跟那些什么的。你有换岛了吗、欸？竟然不是水月鱼色尾、欸，所以是紫色的哎、欸。那是哪一只？还是真的是乌波？我记得是水月鱼。对啊，乌波色尾是粉的啊。帕迪亚，我要再去偷线做酸神了。对，也是帕迪亚的，你偷啊，反正我挂很多。你是不是还是不知道我挂线的位置在哪？对啊，可是没关系，你都挂了。我都挂了。不是你都挂了，是你都已经挂好这么多线了。哎，怎么最近游戏都越来越贵啊？好气哦！其实最近有上一款，有点就是涉及魂类游戏，上二代，他看了一下，1000多块。哇，他一代好像400-300而已。你居然会玩射击游戏？我会啊，我以前很爱玩欸。我想说你没有，你有玩 A 配吗？但没有。
没有玩射击游戏的只有你哦、喔啊。是我吗？对不起，我没有玩的游戏可多的。对啊，我以前不是也不是以前，我现在还蛮喜欢打玩射击游戏，但是以前是喜欢玩家打玩家啦，但后面就是。有那种比赛跟竞赛性质的，就会有双方会吵架还是什么的，啊，压力又很大，就放弃，不想玩 PVP 啦，只想玩 PVE。压力很大。没有，他说有奈。玩那个那个叫什么？玩那个游戏叫什么？香港做的那个。香港做的。有兔子的那个。嗯，有兔子，然后射击游戏，对啊，华华安安，价格差太多了吧？对啊，很小，看一下一代价格多少。他们没有要给我长大的意思。可是我是要收集他的脚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尖叫山羊有尖叫山羊的脚。嗯，对。啊，山羊有山羊的。那尖叫山羊生出来一定是尖叫山羊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那时候菜渣就只生了一次就没生。哦，一代是560，啊，二代1100，两倍的价格，好贵哦、喔。亚斯安安啊，贵死了。有够贵！还是要睡个觉吗？可以啊。骗子，我怎么起来了？红原安安，早安，起床了。我们要把蓝色龙源藏起来。给菜渣说：“哎、欸，菜渣，快去生。”没错，不能让他知道，不然他就找了一个恶趣了。对，这只是意外中蹦出来的。优奈想说打发时间。哦，尖叫跟非尖叫一样50%哦。那尖叫山羊跟蓝色龙源嘞？蓝色的尖叫山羊。哇，已经是别种了。他山羊没有设尾，真的很可惜。明天的金刚星打吗？说什么明天？今天好不好？久违的，我们早上来打轰雷金刚星。白痴！我最近有回去玩那个、啊、那个珠子，这几天呢、啊，对吧、啊？没办法，之前对宝可梦的爱。因为没有机子，没办法去参与，觉得很可惜。很多作品啊，那其实之前很早以前，菜渣不是有一幕分享那个吗？终极绿宝石吧，还是什么的？嗯，总是这样叫哦。嗯、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，哇，好多好多新的宝可梦哦，好棒哦！就那时候。就是有属性相克，那时候完全都不懂，就只是觉得说不是应该什么克什么才合理嘛，但是完全都颠覆我的想法。对，那时候觉得哇，属性相克好难背、喔，又好难背啊！我也是碰了珠子之后，那个啦，真钻虫子之后，才在那边努力记那个属性相克。不然都人家都说在直播了，你还这个背不起来，很丢脸。真的吗？对不起，我都看小抄。哎，我一开始有看，但后面觉得真的要该记一记了。有尖叫山羊了，我会觉得刚刚叫声很奇怪，是吗？嗯，不可能吧？我没有吧？那个是尖叫吗？你确定呢？我不确定啊。这个真的是吗？因为我刚刚觉得叫声怪怪的啊，真的是吗？怪了吧？
可是左下角没有嘶吼声欸。对啊，不可能吧？这样我要玩什么？我要把尖叫山羊跟蓝色龙源没收起来，你再玩一次，我不信。你再玩一次。可是右下角没有出现嘶吼声欸。嗯，不是吧？应该感觉是叫声，不是欸。感觉不是吧？你看小狮子好可爱，小狮子没有脚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！长大才有脚，但是他们撞了之后也没有脚了。哦，他们撞了第一个脚之后还是会有两个脚，当两个脚撞完之后就没有脚了，就没脚了。是写吼叫声，山羊吼叫声是不是？啊，山羊吼叫声一直都是吼叫声，没有山羊叫声。哦。哎呦，你伸出来了啦！我伸出来了，我刚刚就想说，为什么第二只的叫声长这样？等一下哦。啊，骗人，真的啊？真的。我就想说，奇怪，我刚刚的声音，那你不是吗？还是我打算帮你处理，去抽经济层。啊，我把皮先关掉好了。哎、欸，你好扯！你真的好扯。那是哪一只？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嗯，你可要一只一只拉出来。因为我刚刚接近，就听到叫声怎么那么凄惨。我要去听。啊，那可能第一只还是第二只就这么凄惨了、欸。吼叫声，你们看左下角这里。左下角什么意思？不是右下角啦，有个那个字幕，有没有？吼叫声。没有，我说你们人在哪里？你家？我在你家后面。你家后面？你家后面风水不错。哎、欸，报名牌啊。嗯、啊，我也想知道啊。我觉得是这两只欸，先把这两只拉走好，看看。然后确定之后，我们再把、欸、怎样？这只吧。吼叫声吗？我先离远一点。有一只叫得特别吵，是这只吧？啊，好像这只正在动的。你去，对对对，你去，你先把那只引走，引远一点。那可能是第一只哎、欸。啊、哦！等一下哦，拉回画面。如果哎、欸，山羊吼叫声。对对对对对。变形，配合。我刚才想说，你会不会今天？都没玩到啊！那我现在这样算有玩到还是没有玩到？运气这么好，要不要挑战竹篮？不行，竹篮应该不是运气可以打赢的。竹篮，他真正没有玩，真正没有玩完。我去打、啊、竹篮很简单啊，现在多了妖精属性，竹篮很可怜欸，他的角色里面好像有三六个，好像有三个被妖精戏克。是吼叫声，他被海没有啊？优奈的那个宝可梦是最喜欢的。对啊，这只就是吼叫声啊！啊，就这样吗？对啊，好空虚哦。怎么？哎，有人用阳寿玩成这样子，我的天啊！不是吧？不能被菜达发现。他好吵啊！他真的好吵。那就是第一只啊！我第一只它就这样子叫了，我以为这是常态。啊，你的观众没人跟你讲哦、喔。啊，没有啊。观众没人说。他们都没有，他们没有在乎我有没有呼到。他们只想说看上面进度条是不是？对。完了，你是哪个优啊？完蛋了。一个优点的优。优秀的优，你是说那个优点吗？点伤口的吗？应该不是那个。可是他说要赌他不停打歪才会赢呢，好可怕！那我要停什么东西？竹篮。
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再喂它、啊？有奈的狗，那我把它放在这边。养对，养外面一点。对，等一下来弄个山羊角。怎么用山羊角？它准备撞你的时候，你要在前面放个鹅卵石啊。哎、欸，它有固定放几个那个，它会撞掉脚方块。好酷哦！游戏体验0%，他游戏体验好多了。我们那天玩个升个几个礼拜的，真的假的？那时候真的升蛮久的啊。哇！过来生，过来生小孩，还不行？还不行吗？好，没事。是你的话，你也不能这样说，哎、欸。可以，你可以哦、喔，你可以这样生是不是？好，先带走。你先去拍一下他屁股，我看等一下，等我带过去，再过去，我们去打。哎、欸，他好像也是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对耶，也是，对啊，刚刚他就这样叫啊，我就想说这个是吗？盔甲座也可以，可是盔甲座他前面还是要放那个吧？那他要去哪？这里吗？同一个啊，同一个就100%了、欸。好。对，叫得很惨吧？我刚真的啊，我就我还想说，为什么山羊这么吵，你们怎么受得了？而且，对我那时候是靠近的时候，没有看到它是吼叫声，是叫声。我想说啊，这个叫声太难听了吧？以前是这样叫吗？怎么突然一个瞬间龙人也有了，山羊也有了？为什么你打开珠，你有珠子啊？你去帮我抓蛇啊？你宝可梦也有蛇尾哦？气死！你怎么都有？我今天早上全蛇尾。石头，我记得是鹅卵石吧？不用，是鹅卵石还是石头？我记得有一个不行。我去上个厕所，就多慢的。好扯哦，怎么？游戏体验会不一样啊！对啊，好多哎！啊，你不是去厕所？哎、欸，我现在去。嗯，我带什么？做盔甲架是什么？抛光石头对不对？哎，忘记了。盔甲。不行，去厕所，等下被冲走。哎、欸，你把他拖回来，快把优奈拖回来。他去厕所就把运气冲掉了，回来。他叫你回来，不然你去厕所就会把运气弄掉了。我要憋着吗？没有啦，好好上啊。凝华石头，烧一下好了。我飞来了。你没有，你好好尿。什么？我有好好尿啊。嗯，人家只说运气会被冲走，快回来。那我要憋着吗？啊？嗯？什么？我说不尿的话要憋着吗？当然是不行啊，危险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再继续生。然后叫他们来撞我。有两种玩法啦，一种就是你在前面放盔甲架，然后后面放石头给他撞。另一种是他准备撞你的时候，你在前面放那个方块。哦。对，运气没了，还想叫你帮我升色尾的。才不会呢！今天还没好运还没跑。好诶、欸，好运还没跑。你还没跑啊？讲这句都没人听得懂了，我好难过、喔。但是我不知道出处是什么哎、欸。出处是什么？出处啊、喔？出处，嗯。那个啊，利古新年彩啊。刘德华、嗯、那个、嗯、那个刘青云他们演的那个，我是听到阿弟一直讲，所以。
哦，你也没有共鸣是不是？我也没有共鸣，过分呢。好啊，好运还没跑。哇，不会、啊，还有什么可以敷的？趁现在。还有什么？没了。还有什么可以玩哦？嗯，考古都考完了。哇，麦克风的寿命已尽。对耶，你直接把人家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的游戏时长都玩掉了。真的耶，不能告诉菜子啊，他不知道的话，他会过得比较幸福。可是他最近真的对这款已经，对这伺服器已经差不多，他就还好。所以我们才拼命在找模组啊。哦，你们已经在找了。我是想玩宝可梦模组啦。吵死了。石头、冰砖、铁矿、煤矿，同时绿宝石矿或原木。我怎么记得钻红石砖也会有啊？石头、冰砖、铁矿，铁矿是铁原矿吗？原木也可以哦。养全种类的，哎，你要玩？你要改养那个吗？熊猫？你说熊猫？熊猫它也有基因学，就是比如说你是用养的，对对对，你就是这两只养完之后，对不对？养出的第三只、嗯，第三只就是新的一种，那你要用两个新的一种养完之后再养出新的一种，它有基因学在。哈，好复杂哦。不不啊，它熊猫有基因学在。就像是之前生物课什么黄花跟红花配种，然后它会有什么？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一招。大 A 大 B 什么？对对对对对，没错。咖啡色熊猫，我们是抓过来的。乙提是遇到咖啡色熊猫，在这里。咦，我可以休息了。啊，红砖没了、哦。对啊。哦、对耶，三十分钟哈。红砖、红石砖好像是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有看到红石砖。我来白放红石砖，还是不行？你不行？可以啦。不行啊！你看今天有这些地毯，还有你养出了什么？哎，优奈，快点！幸运检定。哪里？来我这，来我家，来我家。好，我去。快点，这是真的看你幸运值的东西了。哦，你说会不会打到那个三叉戟吗？对，你再不来我就要死了。啊，对不起，爹，我在路上。这个三叉戟好像才8%而已哦、喔、啊，蘑菇这。我打不到三叉戟。你快点，前面那边。我的掠夺。那边在哪里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你幸运，你才是幸运兔兔。哎、欸，哪有？你那个东西都是0.几%的，我这个才3%还8%的而已。是吗？我从来都没有，我一直被射、欸，哎，我都没有拿过。不是，你要想，我可能被射的次数比你多、欸，哎。啊，确实。我住水里、欸，毕竟你住在海里面。我觉得宿舍真的不错啊。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好，你说。你看一下手机，你的手机我好像有一个影片的档案在哪里？哪一部的？那东西的，两片鸡排那个啊，鸡排。嗯，鸡排。对。啊，燕子，我私你一下。太久了。几号的啊？18。好像有。我在跟我的健康师讲我的睡眠。健康师。你可以抓给我吗？可以啊。我相信优奈靠繁殖就可以生出色的咖啡。但是有今天。他尿走了，他的尿一定是咖啡色的，不是粉红色的。没有，他刚把蓝色的尿跟会叫的尿都尿走了。听起来很危险耶。
尿吗？啊、就是因为尿了，所以才没有拿到三叉戟是吗？可能是哦。很想撞、哦、对不对？你们很想撞对不对？什么？哈？什么？怎么可以？可以呀、啊。好吧，游戏规则嘛，可恶。大家晚安。晚安。我以为你要开很久的。啊，是因为我你才开的吗？我可以继续陪你玩啊。啊，可是你不开哎、欸。嗯。啊！我是鲨鱼凶手。怎么了？他挂了吗？热带鱼挂了。做坏事了没有？意外。把宝可梦师你的传给健康师，我的健康师也很喜欢宝可梦呢。我的营养师，我现在要开始把我的睡眠。宝可梦睡跟我讲说我的今天健康睡觉啊，今天浅眠几小时，深度睡眠几小时都传给大家看。不是哦，麦块的真的是有病哎、欸！地上的食物不吃，只拿来玩，放在手上的东西才会吃。我那时候就是在看影片嘛，然后挂在这边。然后挂着挂着，前面就有五六只热带鱼，就去前面捞，捞完之后就回来继续挂。那你就有病啊，都不生哎、欸！哎，以防万一。后面晚安。那你现在要干嘛？嗯？那你现在要做什么？能干嘛的都被你玩完了啊！是的哎，还是你假装刚刚没有发生过？然后我开始养。对，我们现在先假装刚刚没有发生。我不要。我们的伺服器还没有蓝色龙源，我们的伺服器也还没有尖叫山羊。不然我们开始找模组吧。如果菜渣喜欢打怪什么的，其实暮光森林真的不错啦。只是我暮光森林是我当时还没买正版的时候跟网友一起玩的。我对于 Minecraft 的吗？对，所以我当时其实都没冒险啊。我那时候电脑烂到，你知道多好笑吗？我当时电脑烂到就是我只能在家务农。嗯，对，我只要超过，比如说。我只能在家里吗？还要加载很多方块，你就开始累格吗？我就直接断线了。就比如说，我从我家走到你们家，我就已经闯入了我的那个野海熊房屋圈外了。我就会开始断线。啊，那不是网络的问题哦，是电脑。就不知道其他人都可以哎、挖矿什么之类的，我在家里出不去。好可怜哦。对，所以我那时候对，我那时候对暮光森林其实游玩体验没很多。你有依恋吗、啊？你有迷恋？你有？你说隐恨吗？居然是隐恨吗？有怨念还是什么的吗？就是，其实就是觉得没有玩到、哦，因为那时候我对暮光森林最有印象的只有那个啊、那个叫啥？萤火虫。嗯，对，它可以把萤火虫带到主世界，然后萤火虫是可以放在叶子上面当灯光那个光源。好棒哦！对啊，我来查，它叫做就暮光森林，它已经是一个、应该说。有玩麦块的都要知道的魔族，就知道他多嚣张了。哦，感觉很厉害耶！我知道一个快速人啊，不要呼吸十分钟，不用吧？
不用呼吸，五分钟就够了吧？帮助快速入眠的方法，这个东西五分钟就可以了吧？要骗我啊？哎、欸，你要不要玩尖叫山羊？不不，要玩动山羊角。好啊。热牛奶很有效。哎、欸，我听说失眠喝热牛奶没有用、欸。哎、啊，真的吗？是之后没有试过。之后专家说的，他说其实什么热牛奶的成分还是什么的，就是好像加一加跟咖啡因其实差不多。咖啡因？就是有偏咖啡因的那种效果，反而会睡不着。白费了，白费我弄热那个牛奶了。色为泥泥鳅，那看不出来好不好？太小只了。小羊，那这只又是什么？哪里？你这只？没有啊，我想说。哦，分房睡了。没有，他自己跑走的。啊？这个怎么办？就是我刚刚不、嗯、这一只是吼叫的吗？不是，哦不是，对不起。好，它是普通的。哎、欸，你还在养普通的哦？哎、欸，普通的角就会吹普通的声音吗？对，尖叫山羊的就是尖叫山羊，就只有尖叫山羊它会掉独特的。但普通的是不是有很多种声音？八个，你要玩也可以啊，就是。脚掉了，看你是要放在屠宰场里，还是就额外养？哦，怎么了？那现在要生山羊吗？你可以生啊，反正还有八种山羊脚要装。好，等一下，这一只。去哪了？嗯，这里啊，这里啊。哦好难听哦、喔！对啊，好，他们生过了，那没了。我大概知道他是哪个影片啊，就是有一个影片的山羊，就是在啊，我找一下哦、喔。啊，你们可能会听到杂音啊，外面在下雨。我没听到哎、欸，我只有听到 Minecraft 的雨。啊，好吵哦、喔，真的是尖叫哎、欸，我的天！我刚刚就想说。每个山羊都这样子叫的话，那尖叫是什么？跟人一样是用啊的声音吗？对，那个找到，我找到了，等一下贴给你看。那现在看我台。好，再看。这个，你要打开声音哦、喔。就这个啊。是，那怎么样他才会来撞这个？嗯，他们会来玩这个啊？他们会自己主动？对，但是就只是撞这个而已。你牵一只出来玩啊？好，等一下哦、喔。哎，你手上是不是拿小麦？对。好，没事。去啊，然后把它弄，还是我去原点玩？把线弄掉吗？对，让我去原点玩。好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这样站一排，每人站一排，看他会撞谁。哦。但他撞的时候有时候很随机啊。撞会受伤吗？会啊，他还会被击退。他撞之前会投滴滴，然后撞。由于这个平时不怎么遇，所以我没有去研究，就像热带鱼一样。
拍赌盘吗？他中谁？哎、欸，来来来，没有。叫屁呀、啊！我吓一大跳。对，然后你就要这时候在前面放原木啊，或是石头，到、那个普通石头，不柔软石头。好好好。你就手上拿原木。好好。要撞你的时候哦，拍赌盘哦。燕子，你会该吗？好，现在开始哦。啊、看一下，演示 mode 模式。哎、欸，在这过程中撞不算哦。你先把它牵起来。我先牵起来。嘿。这样会撞谁？再说一次，没有，我说你会开赌盘，要不要教你？板型有爱，盔甲架，限时一分钟，开始预测。我不知道手机版会不会，会不可不可以？啊，那个嘛，撞盔甲架、喔。他会啊，他无聊也会，就是撞盔甲架。那我要选盔甲架。是他无聊才会撞盔甲架呢。哦，真的吗？就是盔甲架他也算是玩家。哦，他还算玩家。好，一分钟结束之后，再放开线，对吗？对对对对对。阿静在干嘛？我在审片。好的，辛苦了。啊，臭羊。好，然后山羊它可以跳八格高。太高了，挡不住哎、欸。好，结束了吗？一分钟。结束了。好，那我放开了。好。你可以不要斜的吗，羊？那我不能动哦。你想听佑奈的叫声？变态！看来我的机会不大咯。是快假架吗？没有啊，因为。他这样也好像不知道撞不撞到我，对，撞牛奶，哦，头滴滴，不要，哦，我们那时候好像是盖一个通道，这个笔直的通道，然后就是我们就是那个嘛，视线里面就只有羊跟我这样子，嗯，哦，他就不会东张西望，对对对，一定会撞你，可我没赌到，你想赌谁？就想撞我。好紧张、哦！这是普通羊对不对？对，它是普通羊。好好好，打他一下，被撞几率就一百了，是吗？你要确定哦。是吗？打他不会乱错吗？他投低的时间好像就只有一秒啊，有时候会觉得来不及。嗯。快啦！他是不是要跟我们走远呢？冷静！他不差小我们，真的哎！他已经知道人类要做什么了，他不想当演员。难道背对他吗？不要啊，我要看着他、欸。他不能帮我们成为赌博的工具了吗？哎，喵灵儿安安，他不想成为赌博的工具、欸，哎、欸，雨都停了还不撞我。真的、欸？难道要盖通道了吗？
还是盖三个通道？哎、欸，来了！啊，盔甲座，有谁赌到了、啊？那我赌到了，好哎、欸，我赌盔甲座。哎、欸，你是赌赢，我看一下是谁，只有你耶、欸！真的吗？我看到只有你耶、欸，只有你耶、欸，好爽啊！哎、欸，怎么会今？看来我还没有把运气尿掉。选择结果，盔甲座，盔甲架，太好了吧！哇，赌赢哎！我赌五百就加八千七耶！我好有钱哦、喔！好赞哦、喔！放原木好了，还要吗？要血池吗？还要吗？你先签一下，你先签一下。好，我先签一下。嘿咻。好，一分钟哦。我没有操盘哦，我先说。没办法操。真的。我的想法是，就是我们可能三个人但那个就是那种赛马的嘛，先关在笼子里、嗯嗯。然后前面就是三个山羊，嗯、然后把栅栏放下来，看谁先被撞到。这是玩什么？然后就是山羊的特性，它会撞玩家或是盔甲座。好，那我就去牵羊好了。等一下啊，我们这次再玩完，我们再来一个。对，好，这次玩完好。那我先我要来预测一下，嗯，我觉得该是繁星了吧。我们不要动比较好，我们就没动啊，刚刚都没有动啊，就是转头而已啊，还是我们都不能？不是，我们要山羊角的话，我们就没办法放那个木头了。对啊。还是你们希望我们不要转头？可是这样就只有听到我们的叫声而已，那会没画面呢？真的哎，八千七可以换一次巨尾喵，真的好哎，还是要换？还有什么好货？谁啊？又是谁讲的？看一下有什么好看的。玩一二三木头人。怎么可能？我那时候觉得龙源就长好慢哦。那时候在等那个粉色龙源长大，等超级久。真的。好了，有吗？好了吗？有吗？赌盘。那我们要站在，等一下我先把它牵到这个中间，然后你要在地板标我们要站的位置吗？我们就站在那上面。地板标什么位置？就是我们要在那个上面等着它撞我们。嗯。啊？这样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譬如说，我们就不动吗？那个位置。对对。然后这样子。哦，你下面怎么是水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完蛋了，叠上来。让我看一下哦。这是阿靖整的地。来吧，好，不是你也放远一点啊、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干嘛？该找了，等一下、哦，完了，我是赌繁星的，不要看我，对，先不要看我，哎、欸，所以现在你们有下成功吗？我没有看到头像，哎，应该是有吧，应该吧。他这么近的地方会攻击吗？会啊，爱选飞。我是蛮想玩那个啦，一二十五一曲的啦，可是怕没有人。我会一直想玩那个色彩猎人。那是什么？就是他会给你一个色票，然后要找你家颜色最接近的人。嗯，太酷了吧！听起来超好玩的。对，但是有些人都已经有那个酷那个，哎哎哎哎，啊，来不及！
结束了，来不及，我输了，对不对？很难，选择结果好难哦，这个不是有听到优奈叫声了，赚了赚了赚了，对吧？所以真的真的要打三羊角就不容易啊，真的哎，看我干嘛？那他刚刚那样子算一次了吗？一次什么？撞盔甲架的那一次，这样怎么了？什么撞一次？第一次是撞盔甲架啊，第二次撞你啊？对啊，对啊，他不是撞两次会掉下来吗？哦、没有没有什么，你要他撞的过程中放方块，哦才会掉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是很想示范啊，但是他不撞我没办法。可恶，该撞你一下了吧？你先签好他，好，我先签好他。来开第三次组盘、啊。好的，那我这次远一点，我就在盔甲架的前面这样。好，开始预测。来了，各位又来了，新的预测。三羊角，你去掠夺塔哪个？没有啊，嗯、那个没差，我们这边玩一玩就好了。而且掠夺塔有必定出吗？有的话，我们。其实之前每个人都有拿到几个，好了，啊，半夜不知道干嘛在赌博，笑死！我跟你讲，他原本也是想要就是开赌盘还是什么来养蓝色龙源，结果。就没了，没了，直接蓝色龙源就在那边游泳，就说当做这件事情没发生过，结束了吗？考虑盖直到对啊，就是我们等一下就是盖个笔直通道，然后给他撞。那我要过去了，好，来吧，害羞。会不会太远啊？他就这样子离我们而去。N 九三一二九安安，不会吧？看我，看我。欸、可是他撞我的话，我放的话算是撞我哦。嗯，因为我想要让他掉脚，不然就是下次来玩呢、啊，就真的是单纯，我们都不要放方块给他撞。哎、欸，问一下哦，他脚撞掉之后还会撞人吗？我不知道，我问观众，但他好不熟、哦。好可怕啊、哦！他靠近了，又是盔甲座啊！我猜对了。好哎、欸。怎么可以？怎么可以？他怎么可以一直不撞你啊？他是要不知道哎、欸，是要被打吧？哎、欸，你先不用钻，我直接试试看。好啊，好啊，交给你啊。你手上也拿那个啊，拿原木啊，就看着他嘛。好。干嘛一直？他想吃来啦！我没有拿着任何东西可以让他就是公的啊，是这样吗？对啊，那盔甲架是女的，好害怕啊、哦！我是不是要把盔甲架收起来啊？它是一个诱因，好，把它收起来。你是变态，快点！啊，好可怕哦！他一转身，我就觉得很害怕。你说什么？
他一转身，我就觉得他是要来撞我的。然后有人说，他准备冲刺的时候，看到玩家有小麦，就会停止撞了。我没有小麦耶、欸。没有，他是说撞的过程中。我知道。他怎么一直过来啊？我的天。他发情了是不是？太色了。快点。太近了，太近了，太近了！等一下，我也来不及。来，再过一次。不行，去繁星那里。快啦！给繁星一个机会。看一下我。啊！不要，现在不要。等菜渣龟龟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，我们就是说嘛，我们就盖那个被撞的那个场地啊，我们就每个人关在里面，然后栅栏一打开嘛，然后栅栏是谁开？没有，就是自己开。对啊，就是我们做个控制。哦呦呦呦！吓一大跳。对啊，就是我们拉下去，就跟赛马那个有没有往下拉，看他想撞谁。哦，啊，或者是只放一只，看他要撞谁这样。通道的话，那个是可以盖那个吗？撞山羊用的，而且也可以就是可能六只山羊，然后撞六名玩家，看谁先被撞啊。好了，可以来盖了。人要静止不动，对吧？不用。好啊，不动啊。有耐的。他也不动。哎、欸，打我、啊！喂、欸，斜的不好吧？哇，有了吗？有哎、欸，他掉一个了，他们要掉了、啊、耶！给你玩。我怎么知道是第？我要字哦，他有写，他有写名字，对。然后尖叫山羊的超难听哦，好棒哦，可以用一个墙，对啊，六哎九个吧，啊，这就是示范啊，就是长这样。哎呀，他怎么变独角兽？我怎么记得他以前是会两个脚都在啊？独角兽哎，应该不知道哎，该不会独角兽？你是独角兽哎、欸，哦，你知道山羊可以挖，可以捞奶吗？哦，真的吗？它、啊、是什么奶？牛奶吗？牛，他就说奶桶。哦，应该是吧？看一下哦、喔，哎、欸，给你，哦，鲜奶桶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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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现在牛奶桶也叫鲜奶桶了。哦，公的也可以吗？哦、嗯，卖块的牛只有母的。对，难道我们喝的是公奶？公羊奶？还是要把这只好喝健康，这只撞完啊？好，我把它撞完好了。看一下原木，你干嘛？不就喝了你两口奶吗？看我那么近干嘛？我又不负责。那两只脚的声音会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好害怕啊！我的天，我一定赶不及。没有，你就叫的时候不要用嘴巴，用手啊，用手代替你叫。可以做羊奶蛋糕啊，奶都可以啊。所以我就不懂。哎、欸，那时候好像能做一个 mod， 就是可以把山羊跟绵羊繁殖。会长得比较可爱吗？对啊，就是混种混血兒，就是毛比较蓬一点的山羊。嗯，你很皮哦，真的哎。
关一下东西。我要趁这个时候扁我吧。哎，不要睡了！哎，黄宏源，不要睡了。干屁啊！失眠哦，还是你的腿要抬起来，45度角，然后持续30秒，然后反复这样大概4次。中间就是休息1分钟或30秒，然后就把脚抬，就斜角度嘛，躺平，然后把脚斜斜往上抬45度，然后这样身体会非常热，应该比较好睡。听起来你像在健身啊，但是我以前冬天那时候睡不着是这样做。话说我什么时候睡？我11点多醒，我11点多睡醒，大概早上睡吧。不过我有睡满8小时啊。出去外面跑10公里，然后吃伟力炸酱面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我家有哎，不然我等下去煮好了。还是优奈想玩什么游戏啊？嗯，可是你等一下又要睡了，嗯，对呀、啊，2点了，对啊，那你现在睡，你现在11点起来要怎么办？5点才能睡了吗？哦，你好棒啊！哎，那还要说，你超棒，我的棒怎么可能是你们能懂的呢？吹吹看，好，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好像一样欸，那、啊、上面、欸、一样欸，对欸，欸，难道是一样的吗？欸，我刚刚看名字不一样，你是不是吹错了？没有，两个都是感觉啊，两个都写感觉哦、喔。对，哇，还是两个是一样的东西，我怎么记得不一样？还是同一只就会一样，我也不知道。阿靖想玩看被撞的感觉吗？我们就有1/4的几率被撞了。这样被撞，然后就是我们会开赌盘，对吧、啊？你去偷新的过来玩吧。好，你要偷过去啊？我那只还要，那偷回去啊？好，让它当生产的工具。为什么要在我家后面盖？这样子我家后面不就吵死吗？我们可以把它移走。是可以不用啊，没差。好吵。我水，我去拿水，等我一下。啊，对不起。欸，不是这个。欸，我觉得发质好像不能卷发、欸。啊？我的头发好像不太是，不柔顺啊。不染不烫不就可以了？没有，他还要看你有没有毛躁什么的。真的哦，记得门槛好高哦。我现在头发已经超过30公分了，我蛮长的。你好认真在留哦，要怎样他们才会生气想装？随机，然后你看要不要给你，就是撞你的那个前。啊，盔甲架在我这。对对对，撞你的路上，你可以放个原木或石头。不用啊，哦、你要四选一是不是？哦，不是吗？哦，可以啊。对，就是他撞你的途中，你就赶快手速，然后放个原木，然后加个你进去弄一下。他是随机想撞人啊？对啊，我还没死赌盘啊，阿靖。啊，对耶。啊，没事。好、哦，限时1分钟，不阿靖哦。不要。你是不是想说目标比较大？不行哦。我没有说哦。没有，刚刚有人说有点下地。不可以这样欺负我朋友，好不好？
刚刚优奈独赢哎，超强，好猛哦、喔！真的哎，怎么会呢？我刚刚用500赢了8700，500赢8700，大海啸呢？真的。现在大家全部都在赌我，没关系啊，继续啊。因为你刚刚没有经历过这些，大家觉得新来的比较有机会，一定不是，怎么可能会针对你呢？我要 all in 我的忠诚点数在这里。你有多少？你疯哦！我只有500，那很多嘞。抓到没在挂台。好了，结束了。完了，好，那我要过去了。嘿咻！然后直接撞。太突然了，还没有拿好原木。哎、太快了吧！白痴，直接不给玩呢、欸。你这只比较凶哎、欸。阿静，你赌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赌你啊！你什么意思？恭喜燕子！天哪，盔甲架被撞三次了哎、欸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也是捅我自己。这次我怎么把双神拿下来？你再对他右键，右键。对，先别赌，然后你试试看，他如果撞你的时候，你三次都抖优奈，反正就是。对对对，我还没有、啊，现在还在收盘呢、啊。收盘要多久？一分钟？你先看嘛，他反正撞你，他头会先滴滴的，大概只有0.5秒。嘿嘿嘿，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。欸、你很棒，你很棒。我没办法反应过来耶。因为其实你头要偏低啊，对，你要头低低的。又是盔甲架吗？不要闹喽！他只会对人跟盔甲架有兴趣，是不是？对的。好像生物都会耶，怪物好像也会撞。爱月五二九，晚上不是要来赌，没办法，晚上大家比较喜欢赌，是吗？嗯。哎，新的赌盘。我要去先去签，我去签，我去签。哦，我已经一无所有了。再给我自己一次机会。我已经一无所有了。每隔5到15秒就会冲撞一次。他很聪明啊，他知道如果撞人的话，脚有可能会不见。但撞盔甲架绝对没事。他应该要聪明一点，是撞你才对吧？因为他可以撞到人，但我又来不及放啊。还是我直接在盔甲座下面放原木，然后他要撞盔甲座的话，我拉个那个按钮，然后往上抬，这样他也会撞到脚。哦，来得及按吗？这就是考验手速的时候。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。那我去拿一下明星火塞。安宇，我要传东西给你。谁？我要传东西给你。我吗？对。冬季气拉杆，然后红石粉。粘性活塞，好，希望我这个想法是可以的。嘟嘟嘟嘟嘟嘟，没事。哦，
哦，谁没睡？是我吗？我看一下。是我是我，我要带着羊去睡觉了。他牵着羊去睡觉。附近有狗在游荡，无法睡觉。我去养一下其他的羊。哎、欸，要吗？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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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打死来得及吗？我想，你看中盔甲架嘛，然后就这样子。哦，我觉得我前几天在群组丢那个、啊，丢一些酷影片。有啊，我有看啊。弹簧床我觉得很酷哎，要不要做？弹簧床。他今天 PO 的，就是用那个啊半线钩。弹簧床可爱、欸。然后还有那个，那还有什么？阿静，我好了。你好了，嗯，放你自由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又是盔甲架吗？他刚砍在那里，用压力板就好了吗？盔甲架，啊、你成功了吗？撞开了没有？压力板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我想太麻烦了，是不是？来得及吗？他真的会撞人吗？有啊，优奈被撞了两次、欸。有，真的。大家好好赌嘛，盔甲架的金，盔甲架越来越猛喽，各位。我把宝可梦 Sleeper 的角色换一下。你要换什么？尖叫山羊？不是，我刚来得及按，可恶。啊，我要来了，来了。你要先试测试是不是？来测试。我 sleep 要换那个没有把没有体力的宝可梦换下来。哦，啊，可是他们睡觉就只能选一个睡，选五只睡，我觉得好烦哦、喔。我觉得超烂，所以、啊、有几只可以帮忙恢复活力，还可以、啊。有，我有带两只，所以就是帮忙恢复活力的，就给我乖乖的使用技能。对，确实。有在超晒的啦、啊。嗯，你有说你有一堆色尾，没有一堆就两只、嗯。请问开局一只跟睡个几天就有一只，不是一堆了吗？对不起，这边有个买月票的还没有睡到过哎、欸。我们之后也有买，我也有买，但是我也没有睡到过啊。对啊，你看这个，哎，好，同样有买啊，怎么你有我没有？真的哎，这游戏要改进、欸。你有解锁？哎、欸，反正你这次睡觉有解锁等级新的刀吗？就是二星的。哦，有啊，我有两个睡觉试试哦。二星的很酷哎，而且经验多一些。嗯，我突然想压力板放前面被赚钱，他下去障碍升起来，不是因为我是他走，有没有斜的冲过来撞盔甲架？石刚可以啊，三到续福特啦，来了吧？没有，他根本不屌人。我再把他拉近一点，我觉得他有点怪怪的。你不可以这样子，调皮捣蛋的。你是玛娜，要你做又不做，不做的时候一直做。我好害怕。啊，龟龟嘞，洗澡睡着。他去洗澡。他有说他去洗澡、喔。那他去哪里？我没听到。我没听到哎、欸。不要太近了，太近了。我不可能来得及。那你就放脚下跳一下就好了。还没下盘，不是因为现在测试、啊。撞到啊，撞到人的话会羊角会掉吗？不会，不会，要撞到东西才会。啊，不然又让你帮我签一下、喔，我刚收完盘。好。
他刚看起来想撞盔甲架呢。可以不要再撞盔甲架了吗？你这个王八蛋！他看起来很想撞盔甲架。放原木在盔甲架后就行了吧，最简单。可是刚刚放了没有用哎，刚放了几个都没有。都没有撞到啊！因为刚刚盔甲架后面是放原木啊，他撞了三次都没有哎、欸。是尖叫的山羊才有不一样的山羊角，还是每只山羊都有每个山羊的不一样的？每个山羊都有八分之一。然后尖叫山羊就只有尖叫山羊的那个角哦，那赌盔甲架 ，Yeah， 我也赌盔甲架，嗯，想赌优奈，可是我不能赌，我没有任何酷酷的点数了，我只能头头的，好了 ，baby， 嘿。来看龙源哦，他们说站十字的方向比较好、欸，你觉得呢？什么站十字的方向？就是让他在十字路口，我们在我们要在盔甲架哦，你是说站让他在中间？对，然后我们站十字前后左右。对啊，是不一样的。我拿那个。那再来一次啊！选择结果，站十字哦，那要他在中间呢、欸？那我们干脆盖起来好了。我們来啊来啊来，开盖吧！我们盖到这里好了，可以吗？进？可以啊，赌博场。对啊，赌场。山羊赌场消费你的忠诚点数。我们难道没办法再卖块盖一个什么？哎、欸，靠腰！他撞走了。哎、欸，你是皮皮耶？你怎么那么皮呀、啊？过来。我们没办法举办一个山羊赛跑大赛吗？有啊，那个时候繁星说可以像马娘一样有闸门，然后每个人的前面都有一只，看谁最先被撞，谁被撞到谁活该。然后我们自己赌羊，然后就可以让那只羊开始跑。我去繁殖其他的羊。然后大不了就是每个栅栏都放只羊嘛，然后终点是放盔甲架。那这比色色先吃鸡，对吧？为什么盔甲架这么有吸引力啊？我们人类呢？真的哎、欸，他现在已经不能保证。还是因为我们身上穿御水，我等下试试看，身上都不要穿。好像只有你穿御水、欸，不是优奈也有啊？完蛋了，穷鬼被发现了。你是还没有那个吗？嗯，没有，我是就是那一次合上去之后就喷光了。后来想想，我们哦，对哈，我们现在把蜂巢修好了。我们现在没什么危险的设施，应该是可以再做回来的。你们只修我的蜂巢，没有修蜜蜂罐。嗯，我不知道要修哎、欸，要修什么东西？他说那个黏黏的那个玻璃瓶。蜜蜂罐的话要修，要重新启动那些蜂巢，然后把发射器里面全部重新放瓶子就好了。哦、oh. ，因为他那时候瓶子不够，然后箱子爆很快，然后他如果不是空封箱的情况下的话，他不会哦侦测到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我们资源不够，发射器也没办法把玻璃瓶塞满这里。嗯，对，问题在这里。嗯，是因为盔甲架不会动吗？是这样子吗？真的是吗？给你玩啊！你要什么盖？要什么盖吗？嗯。哎、欸，你的小羊跳出来了！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！我把它，我有拴起来。哦。
跳上去马上扯下来。他跳好高哦，他可以跳八格高啊，所以要屋顶啊，不然他会乱跳。要怎么干？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你尖叫山羊就只有这两只哦。对啊，他长大了吗？哦，刚刚两只长大了、啊，那再养一只。你知道另外养哎、欸，找个位置养。好吵，那我在背面再盖好了。嗯，那我可以对一只羊，我可以认养一只羊做奇怪的事情吗？嗯，你要绵羊还是山羊？山羊。哦，可以啊，豆豆。等我一下。我看到有一个很酷很酷的俄罗斯轮盘，盖盖看。他需要 TNT， 没错，就是这么危险。好像要两个粘性活塞呢，小怎么盖啊？哪一只羊可以先走？嗯，都可以啊。哟，这只小只的怎么样？好，这只小只就给我，你归我了，过来。TNT， 真的，我让你看可爱的时候。嗯？我家这里怎么没有任何的那个？有有这里，来喽！嘿嘿嘿嘿嘿，哈哈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哪里？你来我家门口，让你看那只羊。哪里？哦，你要反过来哦。欸、你怎么养马或猪可以骑上去、欸？哎，我知道啊，可是我觉得羊反过来很好笑、欸。哦，很可爱、欸。然后采 RGB 绵羊是不是只能那个、啊、？AED 底线啊，对啊，就只能绵羊啊。很可惜。看一下怎么盖哦，好像是这样，这样。在盖什么？危险的东西。这样。这个是什么？然后好像是方块吧？啊？这个方块是什么 ？TNT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。怎么长这样？材质包吗？对，是这样吗？我忘了哎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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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睡觉，我等一下跟你讲说这个是干嘛的。今天没睡觉，滑抖音滑到的。谁被敲醒了？有奶？那是我，对不起。对啊，绵羊不能颠倒加改色。来，这个东西咧，这东西很吃运气啦。就是，他进来，等我一下，我来玩好玩的。开，哎、欸，这也可以开赌盘哦。开始预测，待明结果，谁会爆炸？好可怕哦！炸了怎么办？补啊，反正我等一下会带水桶在身上，是吧？安心，阿弟，这是看哪？
Good night。这是干嘛的哦？这个，等我一下哦，一分钟。来，我解释一下原理哦，就是想象一下，这个粉红色是 TNT， 对不对？那当我们用红石粉启动这个的时候，它其实不会爆，它是关掉的时候，万一这个那个红石被收到这边来的时候，那个粉红色 TNT 就会爆。啊，原理是这样子，然后去捞红水。这个也很刺激啦。讲完啦。我已经投票了。那等一下、喔。我点数到底出来了没？来，你这是你的红石粉，这是你的红石粉。如果爆炸就逃跑吗？好啊，反正我等一下会拿那个啦，水桶去浇 TNT。看一下哦、喔，不怕，我先穿一下。好，赌盘开始再跟我说。哎、欸，结束了、喔？已经结束了，嗯。好好好好好好。来，我是第一发，就这样子嘛，有没有？其实 TNT 还不会爆。嗯。然后当打掉，我没事。啊，来，下一个。韩静，你要先还是我先？就放上去再打掉就好了。哦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我不懂的，完蛋了！我要爆了吗？反正就是 TNT 要收回来，然后红石要推出去，就会爆。好，来。好。我自己都觉得好刺激哦。你完美，完蛋了！没事，我没按呢、欸。你没按哦、喔？对呀、啊。那你要再一次吗？如果我不算的话，没关系。好好好。哇，自己这是真的、哦，这是真的会爆，但是几率不大。阿靖，换你了。等我一下啊。好。付款成功。没错。Safe。是不是其实爆炸才是天选？对，真的会爆吗？会。啊！这不就爆了吗？问就是有问就是有。怎样？活塞是被中？活塞在我这，在我这。哦，来给我。哎呀，不是。哎、欸，就只有活塞吗？还有没有中继器什么的？没有，我只有拿到活塞。中继器走了。再见了，中继器。哦，我的中继器，看一下啊，这个位置。啊，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中继器？上次胜了。哎，答案是优奈。没有，我们这是比较器。这样好玩吗、啊？这个。我不知道这位耗材料哎、欸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我要回去拿。它是一个，你不用回去拿，我自己有啊。哦，好。中继器就好了吧？对，中继器要面向活塞。中继器是石英跟石头，对不对？对。皮皮说该睡觉了。你名字叫皮皮哦、喔。对啊，虽然我今天才说皮皮是另一只宝可梦。偷偷改他的时间应该可以吧？可是你那个睡觉时间会变，对，会往后延，你就会重置了啦。他会算你重新。没关系，我可以让我的手机先睡。以后都赌优奈跟盔甲架了。好玩吧？好玩。
好的，我忘记之前有可以赌的，对对，哎，这是比较器，哦，煞什么？中继器，做成比较器完蛋了。没事啊，比较器比中继器还有用，做到后面有感而发。哎，平时不睡觉，多滑抖音，看到无聊的影片一大堆。啊，我还有看到很无聊的东西。你们养狗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可以让狗坐在那个史莱姆方块上面，然后呢？它好像就会起来坐下，起来坐下，起来坐下。真的吗？好像是，我没有试过。好了，新的赌盘，我再开一下啊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要两个粘性活塞，一个方块，一个 TNT， 一个红石，一个中继器。哎、欸，所以熊猫，我问你哦、喔，像如果我是设五点，没有没有，设五点睡啊，我现在睡的话，它会算五点睡觉吗？因为我们这群人其实想问说，提早睡有没有用？他说前后半小要前后半小才行，对不对？嗯。可是刚熊猫君说他先去睡觉。哦，你是设定下午睡觉、喔？对，我是想问这个，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两点想睡觉了，但是我设定五点才能睡，所以我那时候盯到五点才去睡。好了，我们来玩吧。好，哎、欸，谁先？啊，抱的先。哎、欸，可是阿信在这，他等一下。哦，我好了，没有，我刚刚在讲电话。啊，会抱吗？没事。我们卡一下，吓死我！我刚刚其实想说阿静说想做色色的事，以为是要活塞之类的。我也以为。换你啦，女人。好。还有。哎呀！啊，有了。啊，这样子就不会耗材了。对啊，就是而且方块不会爆。怎么会是我？哎、欸，你拿到什么？刚刚没有赌。你拿到比较器吗？哎、欸，中继器有拿到吗？哎、欸，中继器真的会炸掉，可恶。哦，它就是个消耗品，只耗中继器。中继器是不是？天哪、啊！哇靠！你又赌对了，是不是？怎么会是我？怎么可以是我？好会赌哦！燕子，你今天好猛哦！真的耶，你才是欧洲人。还是等一下爆的时候，赶快把冲击器挖掉啊！我知道为什么会爆掉了，然后水冲走了，冲走，然后那个炸的波把它炸掉了。开始预测，等一下吧。想说难得赌你一下，你看难得我这么衰。说不定这个要让它爆炸才是好运，感觉不简单。真的不简单哎、欸！板指标青蛙还没赢过是不是？听起来是很难过的故事呢。没事，猜猜有东西玩了，还是我们来干那个山羊的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反正这个你们会玩了。拿什么樱花树吗？可以啊。我来去拿。哎呦，啊，没有带翅膀。反指标啊！
哎，好玩吧？看看哦。哎、欸，对，哎，第一次赌盘里面出现我，哎，不是啊，你看三羊都不撞我什么的，刚刚真的哎，赌盘要盖一条的一格的路吗？对，就是一格的路，然后屋顶记得要遮，嗯。你第一次投我，你是这么不相信我，还是太相信我会被打？其实我刚刚以为，我刚也是想说，嗯，大家都觉得我会被撞吗，还是怎样？哇，你这么奢侈用栅栏哦？不然呢？你可以用那个方块就好了。嗯，好。也是可以啦。我盖了就不用拆了吧？对吧、啊？你都盖了。好吧。盖了就不用拆了吧。是屋顶要记得，不然他看起来一直想要撞这个东西，也很好笑哎。他喜欢屋顶。你是坏皮皮。我去拿粘性活塞。你现在盖几个通道啊？你总共会盖几个？哦，那你总共会盖几个？看你啊、嗯。我们还要有盔甲架吗？要的话就四条。然后后面也可以，就是玩家干脆就站里面啦、啊。对。对啊，不然几个人？我们现在伺服器常上线的几个，六个。好。六。哦，铁红石。我去尿个尿，他把运气尿掉了。六个，哦，红石粉。啊！黄胜伟安安，尿掉他。欸，我刚刚，因为我们刚刚在点东西吃，然后我刚刚还被打电话说，不好意思先生，你今天要吃的餐点没了，你要等45分钟等吗？我不要。哦，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我也在想，怎么会是我？怎么老是我？哦，你要放羊角。对。好。哇，那看起来我需要再整一波地了呢。
可是你知道我是偷工减料，我是我知道啊，下面是我知道啊，我们知道啊，凯撒工程好爽啊。你哪边要关羊？都可以耶。那问你啊，羊哪一格？我要在前面放那个粘性活塞。羊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在这里。哎，那你可以帮我看一下那个吗？那个？你的图旗这样怎么算一天？我的图旗哦，那个好像都要隔天它才会更新，没有那么快。因为今天我帮你播到超过十二点吧。我看一下哦，这样说明天就可以不用播了。我好想抓到鬼尸哦。他说：“凡间有看到宝可梦 Sleep 跟别人做的 T1 表吗？”没有哎、欸，你应该分享一下的。对，怎么可以这么自私？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要不要喂宝可梦哎、欸，不要让他的等级提升哎、欸。我提升了，因为十等会开技能。对，你先升哪一只皮卡丘吗？我先升皮卡丘，因为他原本就差没多远了。嗯。会有几种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种。看一下，找给你。我朋友有今天有分享，还好我还记得是谁。怎么没存下来呢？因为他的姓名很明显，他姓蓝，这也很好记。我存了。他说这个很主观。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在意，嗯。但是我看着看着觉得蛮有意义的。哦，我今天才遇到魅力羊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也是遇到那种直接秒抓。发动技能四次。好想要伊布哦。欸、我也好想要一步。然后绿三家很强，然后绿毛虫也可以。有，我原本养绿毛虫，后面没养了，后面改去养那个谁，喇叭牙，因为我的卡比兽想吃的东西。喇叭对呀。嗯。还会遇到弟妹。有吗？有弟猪哦。不是弟妹，弟妹是那个树懒。树懒。树懒。叫什么名字？懒人我懂啊，我只记得他的进中阶跟一阶跟二阶，懒人他过动员跟那个过动员跟请假王，嗯，过动员请假王，怎样？我那个耗电池寿命其实还好哎、欸，我觉得其实真的还好。我觉得大家其实你的手机其实也就是常常都这样。高度是对吗？就是我们人可以通过的，还是可以啊？可以啊，这样就好了。哦、嗯，我干嘛？啊，你是放这里哦，哦，等我一下哦。哎呦，改错了。就不参与工程了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
来测试、嗯。没有，我就说我就不参与工程，我用这个东西。你要记得，你要记得让宝可梦去睡觉哦。谁？你啊。我的是三点啊。其实那个什么，它不什么耗电，你只要真的你手机就是朝下，你都不要去动它，你到天亮其实电都还够，除非你的电池该换了啦。而且它放着它不会烫哎、欸，我完全没烫过了，我的都冷到不行了。很多人说很烫，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因为它电池不行了。确实，我也没烫过啊。我再去拿一点绳子。不行，太远。波兰，波兰。OK， 我那时候玩过最耗电的游戏，就真的叫光遇了。现在还在玩？我还在玩啊。Pokémon Go 吧。Go 那个真的也好耗电。Go 才耗电吧。没办法、啊，他要一直侦测你的位置什么的。我都玩过超耗电的，不知道在冲啥回。对，他不吃网路，但很吃电。他不吃网路哦。他不太吃啊。嗯，你炸了那些放哪？那个箱子里有吗？哦，看到了，有有有有有。
而且我们最近关于不知道开发团队到底发生什么病。嗯，他其实我们每天跑就是收集东西，收集久了就大概没事了。就他现在非得我们是在线上挂机挂，就一开始其实还好，一开始有人帮忙的话一下就好了。他、啊、后面就是每十分钟才会给你一个道具，然后从下次活动是要40分钟才给你道具，要发疯太久了吧？对啊，有点烦了。还只要你花很多时间在他身上，很烦呢、欸。真的耶。那怎么盖嘞？怎么让羊进来嘞？游戏开始走下坡，没有，不是下坡的问题，是他不知道哪个脑袋被打到，就是开始喜欢这种方式在做游戏。他改了他的游戏风格了吗？他可能觉得这样比较好玩，所以就都改成这样子在玩。就比如像，哎，突袭靠，没有，刚好有奶。喝个奶，再干。阅读。奶。羽毛球丑吗？不会啊，就羽毛球很可爱耶。喝水，高高晚上好。9363。好了，我签了四只过来。好。就这样吗？那，后面要需要什么吗？没有啊，你看这个是要围还是不用？对啊，看你、啊。好啊。围起来的话，跟前面一样吗？这样。跟前面一样用个门吗？也是，也可以啊，就好出去啊。刚才在赶我去睡觉了，他好烦哦。谁啊？妈的！难道你管很多、哦？真的哎。你只是一只猫。他不认份啊。走进去。
很难进去吗？第五太大、啊，门进不去，门要先拆掉。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哎、欸，它卡在门哎、欸。平常不会做这种事。挂机等票很腻，对啊，没有后面。虽然一开始觉得，因为我们前面玩家嘛，就是我们的货币其实已经多到不知道怎么用，所以每次活动来，我们都是第一天就是东通换完。嗯。可是这就失去那个他们做这活动嘛，辛苦做这活动，结果一大堆老玩家第一天就都玩完了。虽然知道他们的用意啊，但是真的太腻了。这边进去。OK。喂，好了吗？嗯，大概。有点黑。没点灯。有到时候里面关了一堆洞，那个僵尸。太可怕了。看得到吗？你可以。好呀、啊，今天我们可以来玩了吗？好，我们可以先用主盘。你去回收一下砖石。非常累人的赌博机制。第一次带而已，之后就不用了。没有，啊、把他们还要把他拉回去。对。哎，先放赌盘，开始预测。那先设两分钟。怎么五个人？有五个人？五个门啊？哎，六个吧。哦，六个。对啊，没有，后面是可能会多了龟龟拉拉他们啊，这样子。哦。那我放一下。哇，好刺激啊！好可怕哦，好像你就不会走斜的来了。对。前面选一个站吗？对啊，没有你现在已经只剩下一个门了。那个这个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分赌盘，喝口水，喝水。哟，原来是独角兽的哎、欸！哦，真的哎、欸。刚刚进有拿原木吗？还没，哎呦，我身上有。好。嗯。好，疑问盔甲架，没事，我们现在真的死人不会动了，好不好？有。好。还有大概十秒，我们现在的因素比刚刚还要公平很多了。反正忘记测试山羊没有脚会撞人啊，
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等一下测试看看好了。说不定那是他的习性。如果还脚不见还会撞人的话，那方便很多哎、欸。嘿，为什么我挂那么久，我的点数都没有增加、啊？哦，哇，你有挂到吗？好啦，完了、喔。我说刚到现在都是零，为什么？哦。啊、我都可以按一下加五十了，我都没有啊，我都什么 ？Hello， 好，白痴，我该错了，你做反了，你做反了。我想一下哦，一开始是要凸出来的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、我也没发现，修修理修理修理。好的，往后退，我想说，往上升，遇到啊，蛛丝白丝，技术性上的问题，没错，问题不大，往下一格而已。我要到哪里帮你吗？可以啊，你帮我把，你帮我把火，你帮我把控制杆先拉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再拉，等一下再拉。好，太酷啦！看一下哦，这个不是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怎样？就有一个台风又伸出来在隔壁、欸、差不多啊。哎，二代低气压。好了，你可以帮我把控制杆拉起来。好哦。这段可以剪，哎，我的影片软体坏了，对啊，居然，因为重灌过后啊，你说电脑重灌了，对啊，那时候一直找不到问题原因啊，那最后是有人带我去弄电脑，麻烦的、啊，哇。欸、我看到观众贴那个澎湖的那个风是什么意思？那个风跟雨是怎样？我也要点开倒下来吗？哎、欸，白痴！怎么？啊，这个不能哦。有一只羊掉下来了，你可以下来帮我牵走它。澎湖可以。澎湖看起来超级可怕的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过来，你是皮皮，没有看到我们在忙吗？重点就是台中真的很屌，毫无下雨。等一下，我突然巫师怎么会这样？零哦，看一下哦，那个放这里。有了，有了。OK，、你刚刚怎么可以把他们塞进去？你好厉害哦！啊，你塞不进去吗？你有拿小麦呢？我拿线呢、啊，我就把线然后放在那个栅栏上面。啊！你拿小麦、欸，你拿小麦，你快放开，你手放开。好了，最后的疼爱。来来来，修好了。修好了。那阿靖你拉哦，等一下你拉哦。我拉什么意思？没有。右边有个空，好吧。好了，各位，真的来了。可以赌博的时候来了。走去前面。哎、欸，你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盔甲架！啊、盔甲架！又是盔甲架！太酷啦！盔甲架有问题。盔甲架是不是机会比较高、哦？真的哎，是不是有几率上的问题？看吧，我们也不会动啊，我刚才没动啊。
还是就先拿掉盔甲架怎么样？好啊，我觉得盔甲架就是下次要六个就盔甲架。盔甲架作弊耶。哦，就是赌六个都盔甲架，然后是哪一号门的呀？对对对对对。不酷啦！有奶，我有想法。好，你说。你给我一个小麦，我直接站在外面，看看他们会不会理我。啊，门的外面。对。Hello。有吗？有吗？有理吗？诶、欸。还是我要？你应该打开门，他出不去，对不对？Hello， 我去按按钮，我去拉拉杆。每个人都应该拿一个小麦把它引回去，对不对？应该用酸绳啦，可是要多一个人去帮忙拉拉杆，重置场地。哎，可以拉了。啊，那个啦，那个刚刚它是 0.5 个，那我拿掉盔甲座咯。好，好，盔甲架，一分钟，开始预测，太酷啦！我要预测我自己。哎、欸，门没关。只剩6000，输光了。这赌博真是个坏游戏。对，坏文明，他坏坏。没关系啊，输掉点数再挂就有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吃了，我们吃到了，也可以开始赌了。好，我会努力的。站那么高干嘛？过来啊！因为他们踩那个是 0.5 格高啦。嗯。哎，是你？他？哎、假动作。还有这样的、喔？还是他过不来？这样算吗？不算。他让繁星的赌繁星的人，心揪了一下嘛，都不动哎。对，因为我在想那个其实 0.5 格高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可是刚刚那盔甲架的也是，就不知道啊。你看他其实卡在那边，没撞下去不算，看他不会动。这不会动的话，再给他们一点时间。对。哦，不会。等一下，他动得好好笑。他刚刚顶你，然后他想撞优奈，好可怕、哦。对，也要换衣服。他都没有要撞我哎，我的羊不会动哎，我可以换一个门的吗？这只不要了，是不是？还是说？屋顶吗？屋顶要不要再高？啊，你屋顶是不是下半砖？对，我下半砖、欸。他想干嘛？他想撞另外一只。对不起，有苏斯，有苏斯，你往前撞，往前撞。我们先收盘，我先不收盘。啊、你顶好了吗？好了。不是，你怎么往前走了？什么意思？我说他们。对、欸。哎、欸，有一只。好好好了吗？
好好停。这只又越狱了，我的图啊！不然先不要管那一只了，反正。好，你们又要在中场修理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修一下天花板。那我去拿东西。就把上面那个改成一条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你帮我拉拉，你要帮我拉拉杆。有奈。哎，现在吗？对对，拉拉拉拉拉。过来。啊，好了好了。好，屋顶。哎、欸，可是屋顶拆要小心哦。你，那个会跳哦。哦，它会跳走。对。好。这还好啊，快到他那边的时候再弄就好了。没错，没错。我也抱歉了，等等撞下去也算有奶赢。哈？你是说他掉下去撞有奶算赢是不是？不行这样、喔。唔汤哦，唔汤哦。哎，第一次盖这种东西，真的是。真的，可以试错。这样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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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台中有感觉了，有风了，有雨了。嗯，有风了，没有雨。哦，那你觉得明天会下吗？明天200%会下来。嗯哼哼。那你要先吃你的薯条吗？好啊。啊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的是、那个你的睡跟说侦测到你们在吃东西，你没有睡，你不乖。不行，我超乖。要打开哦。不用不用，我等一下出去，因为读完这个差不多要休了。对啊，差不多啊。哎、欸，喂、啊，你怎么断了？我断了。对啊，我想说怎么卡了？我想说啊，没有要先结束这一次的赌盘吗？直接绕干。所以繁星没有玩戴夫哦、喔，没有哎、欸，我觉得你可以玩玩看、欸。我的台在转圈圈吗？我帮你看，好像是哎、欸，还是淡水的线没有啊？没有转圈圈，正常。欸、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有买很久还没玩而已，这很可怕、啊。我知道啊。好了，各位，就走。好了，我进来了。你进来了，我准到哦、喔。好，按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有人都在动了，有人的羊在动了。啊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是这样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有这种事情？什么时候桥段的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又发生失误了。等一下，各位，等一下。他笑死！等一下哦、喔，
帮你按。好。好了吗？不好了吗？在干嘛？怎么那里有一个破洞？还走进去嘞？检查。好。按。哎呦。哎呦。哎呦。阿进。阿进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哎、欸，没有、啊，可以撞啦、啊，只是他虚张声势啊，没有，对，虚晃一招，他几格高啊？哎、欸，他好像可以用一格就好了、欸，哎，所以其实屋顶又可以摆回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哎、欸，是你吗？是你、啊？哎，各位，是我，是你啊。啊，他是可以撞的，哦，他自己走回去耶，哎、嗯，对，可以，他好乖哦，他好敬业哦，我又读书了，欸、我有十点了，那个你帮我，你帮我开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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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、哦，那明天就可以带他在这边被羊撞了。看一下哦，这一只给你吧，新的。哈哈，谢谢。不不不不，那麻烦蔡阿说，你要全部重新哦，这都不算你的。我看蔡阿刚刚还发现洞，他刚玩到是刚刚。哦，现在才回来哦。嗯，我们有三种了。有一个是重复的，所以只有三种。没事啊。你这反指标，哎，反正看他投谁压反啊。哦，这个先放里面。明天呢？明天怎样？明天我们来暴撞一波啊！好啊。反正明天台风也没办法去上班。我没办法工作啊、嗯！哦，你们哦，好啊。我没办法工作啊，因为我明天，如果台风，我们那边铁皮屋会没办法拍片。哦，好啊。哎，那今天先到这，休息休息。好，休息休息。晚安。明天赚伤眼角，那就晚安。晚安。哎，好了。安心晚安。安心老师晚安。晚安晚安。好啦，没有，因为原本想说优奈他那时候很唐突的想说，怎么好像有点像加班台，然后就想说好啦，不然陪他开台好了，怕他一个人不知道干嘛。结果他下班了，下班了。然后想说，我目前知道的一些赌博的东西不多啦，不然晚点再去看有什么可以赌好了。等一下哦，我试试看哦。我不知道狗可不可以，我不知道猫可不可以，但我知道狗可以啦，就是放史莱姆方块。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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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。等一下哦，哦，等一下去投个胎好了。青蛙晚安，水母晚安，睡到下晚安，贝亚晚安。奈安晚安，哎、欸，我的猫，我的猫，我的猫。不会耶，好吧，那算了。爱月五十九晚安，好啦，各位晚安，拜拜，他们也去睡了。各位拜拜。我觉得有人在睡觉啊，哎、欸，我其实半夜不揪团，原因真的是因为我怕有人在挂着睡觉，然后很突然揪到那种突然在开枪声啊、爆炸声啊那种，会吓到的。所以我其实晚上没什么揪团，是这原因啊，不是什么，哎、欸，都不揪啊什么之类的。
对啊，怕丢到那种突然很灾害的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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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种东西的，懂吗？因为左边其实清一色一大堆罗马在 Apex， 哎，可是我就是不想，不是不想玩啊，就是不是很想玩 Apex。好啦，那各位晚安。因为对啊，后面再看要开什么模组吧，还在犹豫，还在想。龟龟是想玩宝可梦啦，啊，我其实也想玩宝可梦啦。好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